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ut a movie is called storytelling. 我很想很想借助你们的一些很好的产品，把你们的整个作品，然后可以推广到更多的人，甚至上世界的人，让人觉得这世界上是有温暖的。其实不是说，就像 S 所讲的是对的，不是新和旧的问题，是大家看了这个影片过后会不会感动，会不会把这东西传承下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呢，小杨这个榴莲的这个产品呢，要把这个榴莲的产品带去全世界，那么代表什么呢？把马来西亚带去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马来西亚，哦，成为马来西亚的骄傲。他利用了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的国宝这个榴莲，把一个好的 video 带出去给全世界，他们给他们看，能够把这个孝道传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而通过这次比赛里面，我可以看到很多很棒很棒的年轻人，所以呢，我希望未来将来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把这个整个孝道呢可以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如果可以这个后生可以 forever especially Malaysian 呢，It will be good for our society and our country. 小羊微电影，小羊微电影，小羊微电影。今年是第一届的小羊双亲节微电影竞赛，希望呢来届的期待你们多点新的作品来到参加我们的小羊竞赛第二届。Okay, ladies and gentlemen, wait for 2020.For the Parents' Day of Sunshine Kingdom, 曉陽雙親節. So I hope that everybody join us so that we become bigger and bigger and bigger. And most importantly, remember, filial piety is number one in our society. Thank you. Yes.